觉得房子是我人生的时候见过的一些景观，也许有的是我意想中的一些东西。河流也许在我草稿上是没有河流的，是我画画的时候用泥土泼墨的感觉出来的一些很温馨的效果。很多画都不是我事先设计想好的，在画的途中我适当的去改变。本来这个画作比如草稿之中我没有多少，在我后面画的时候觉得有很奇的感觉，那是我愿意住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很美，想画到自己向往的那一片优美景色。老师在一边创作一边就是想象自己的那个心中的完美的国度，这样是的，是的，可能结合带一点水墨的感觉，用现代书法技法照哪个方面也结合了。现在这个也是目前国内绘画的一个趋势，很多画家都想云画这个绘画，我们国人自己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中国人他在国画这方面文化底蕴还是挺高的，想做出自己的图案，做出自己想要表现用云画表现的那些东西，而不光是局限于用中国传统那些水墨那些表现，油画也能做到这样。效果更好，我们更能宣扬自己的文化，更大的自己的特色。包括现在的潮流用色都是黑白配色彩比较淡雅，这一类要多一些。设计这个也是一个潮流，我身边的朋友，不管花卉各方面的，各方面他都现在要做出去一下，要风趣一下。老师，我好奇，就是老师居住，比如说从小生长。住的地方跟这个画作有什么关联性吗？还是你觉得就是？是的，不错的。我来自山城内地，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有点像这种地方，也去过这种地方，很多地方离我家不远。对，而且小时候呢，再加上小时候对自己对水墨这方面呢，都很喜欢，比如从一些报纸上、杂志上都把那水墨给捡起来。然后再加上住的地方跟自己。正在消失的风景，我也想通过这样一个展示，能够把它表现出来。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就是想，我想要询问老师的，因为刚刚老师在现场的，想要去询问节目。请问老师，你那时候在做的时候，这个是在你心中想的是？乌云的感觉，下雨的感觉。没有下雨的感觉，这其实是那种水汽，那种氤氲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刚开始创作的时候，它不是这样的构图，包括之前这也许是我一片天空，在素描稿上它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山谷，几个小树而已。然后后面画画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有些元素要加进去，有些自己的情感要加进去，比如自己喜欢的那房屋啊，一座桥啊。一些树啊，之前台神这里有一个土包给我焚掉，这里本来有画一个像类似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简单一点突出主题的时候，我就把它重新来过，因为我觉得应该对主题要负责，所以画画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我这个就是还是比较随意性比较多，因为我自己对张大千那种泼墨的那种画，我也。有很多想法，想结合一些这种意境进去。老师，这是一个系列的作品吗？这个系列作品呢，就是我这个系列作品其实来得很突然。在去年我参加的时候，是画的比较严谨的十类的一些作品，那些作品是没卖掉的，我现在还有保留在。可能在那些画之后，我有半年没有画画。人一直在外面跟朋友出去写生，到处玩玩，画的画
半年顶累就跑来读中国，那就自己都不满意是不是？后来回到上海，回到我上海的工作室，突然哪一天心血来潮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在短短的这一个一两个月之内，我就知道这相当系列的，而且给病人看了，给你教授看了，教授一看那就是很重要，他说我们的台湾的感情那是原话的，带原话的水货的，真是一次就入选了。然后这个系列一出来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再去想把它再延伸再画出来，所以就只有几部作品，几年就被卖光了。这个就是我突然想出来的，不是我刻意去自己要比模仿谁或者怎样，看到谁的作品我没有，我这个就直接加上自己写生一些心得，这一半年来没有读过，突然发生这个声音，不是我已经忘记了一些色彩，忘记了一些技法，然后这样发出来，我觉得更是出自己，更多的是出自己真心想画的，所以这次才给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对天道酬勤可能会提升一点，可能懒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懒得又懒得，这个是突然出来的，不是事先就想好要做这个，不是，根本没有的。画这些画我是带着娱乐的清楚的心的画，包括一些色彩技法我都没有选择。换个之前我可能比较严谨一点，画个苹果或者画个桂花什么的，把这个东西表达给别人，展现自己基本功这一方面。然后这一次完全是没改的一些方式，那就回归到自己最原始的、最喜欢画风景的这个状态上，以及我自己最喜欢画的是。所以创作还是要顺着自己的心境下去走，可能会比较顺利。还是也是那么一句话嘛，随缘吧。包括我画画作画的过程中也是体现随缘随意性，有些地方可能失败了，故意放在一边，有的地方可能留出一条河来，之前这个地方画的我几乎已经受不了，作品更能说明我许多我这一段这样的想法，当初可能一幅画不是一条河流，甚至几条河流到处都有，我想画国画的人可能当时现在也是跟我一样，也是跟有整个河流像我画的油画里在里面回流在里面流回的时候，我也是画的时候很随意，也许通过这种油画的流，它流出一条河出来，有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了，也许就变成又多了一块石头，都是以这种想法去画的，没有说很拘谨，跟我个人性格也很像，不至于自在。很有礼貌，很热情，祝我跟工作人员说了很多。